三大学校长欧嘉瑞、卫生福利部彰化医院院长谢文准共同签约，未来双方除了在技术交流、人才培育等面向进行合作外，医院将提供实习及就业机会给护理系的学生。那今天非常高兴，我们贵业的护理部，那能够跟我们学校的护理系，能够以这两个单位先做一个基础，然后这边再扩大的话，是以整个系。然后再扩大的话到我们整个学校，在我们的临床跟我们学术方面，我相信是很有经验的，希望这个可以能够传承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去，给我们这些学子们一些好的一个教学哈。那么我们希望说我们自己的同仁呢，如果有想要进修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开学分班，或是我们去参加他们那边的一个进修。另外，五日下午在与国军台中总院签署产学合作备忘录，期盼透过医院与学校的结盟，提升研究的能量，共创医研新愿景。我们在医院这一端，在临床的实务，我们有非常多的 idea， 碰到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在这个 research 方面呢，我们就需要 meet 像你们这一群的人，不只是在 research， 还有在教育方面，我看到了曙光，看到了很大的希望。未来将持续以健康守护为使命，结合双方学术与临床实务的经验，进行产学合作计划，培育优秀人才和医疗科技的研发，建构多元化的学术研究网络，共同为台湾医疗写下新的里程碑。台人新闻刘晓采访报道。